術一定要有啦，有技術就有運。六三年贏唔到冇咧抌針口呢樣嘢，贏唔贏好玩嘅啫嘛。六三、六四、六五、六六，年年擺頭位啊，年年都唔贏，唔贏呢樣睇淡曬啦。傳奇車手鐵漢潘炳烈，香港賽車壇上冇人唔識潘 Sir。59年開始玩賽車，64年以破大會紀錄攞冠軍，成為車神。之後喺菲律賓、泰國、印尼連環奪標。賽車場上潘 Sir 風頭一時無兩，職場上佢都係風頭等，因為英文甩甩聲。退休之前已經做到警司，亦都曾經做過港督柏立基嘅貼身保鏢，仲喺 PTU 訓練學校做首任教官，型到不得了。潘 Sir 嘅感情生活亦都好精彩，佢有过三段婚姻，而家背后嘅女人原来系佢。当年仲系佢主动投怀送抱添。佢嘅车已俾人哋刑事毁坏，我就湾仔就坐堂帮佢嚟报案，冇啦，出差馆睇呢个车噶，揸喺后边，我嘅车梗系摆喺差馆后边啦，系嘛？人哋架幾靚，你架又幾靚，呢架我竟然同我坐我啲油車我女友。查實當年佢哋各自有另一半，不過佢哋兩個就關係曖昧，拖拖拉拉之下，最終喺83年先喺美國註冊結婚。今年唔係美國咧，加拿大移植咗啦。黐線嘅你啫，你個人不生腦，你都俾羅氏俾女。因為我唔知道你入籍嘅呢個情形啊嘛，我都不在。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铁汉柔情，他们的相处之道，旁人见到都觉得很肉麻。你这样无一世都不散的，知不知道？你的 idea 要这样，这样呢，他就将他的东西打晕了，你还不喝就结塔塔的了，知道吗？你咁多人好出名嘅，我最中意啊！咁樣同你一齊，你咁低啊！